好，今天去使用这款绳子。好，那这款绳子我们怎么使用呢？我们可以拿它来当做推节奏的练习，也可以去训练你的上杆的幅度，还有你的上杆的有没有去做翻腕。如果你翻腕的话，这个杆子它这个绳子它就甩不到你的背后。我们要的是绳子可以甩到我们的肩上，直接就甩到肩上。OK， 如果你去做手腕的翻转，你就甩不到肩上。那结尾你会甩不到肩上，也或是你的手臂向外去推，你会甩到你的头顶。OK， 那下来往另一边也甩到你的头顶。第二种练习方式啊，它可以去感受我们的重心，右左右左，因为我们的手臂会很轻松的去抓住这个绳子，去感受这个绳子的惯性，左右左，一直感受我们的重量，往右踩，往左踩，对，跟着这个绳子的挥舞荡起来，踩到右边，踩到左边，踩到右边，踩到左，这种感觉去做练习。